你可以放一点，放点什么呢？都可以。嗯，我感觉我自己圆咕隆咚的。哎，这灯光真的不错哎，是个墙的原因。你那还照不到什么灯？你好呀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不必不必，很亮了已经。你看我这的光也好好。嗨。今天发型可爱，今天没有发型，今天就是刚睡醒的时候就是这样抓几把，然后就出门了，对，然后卷个刘海出门了，然后我在飞机上就是睡了各种造型。哎，我说我的 iPad 怎么关机了？突然想了想，坐飞机关了的。没有另外一个设备放不了。嗯、我有。你没有？不，你没有。放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他们让我放歌，对，让我放歌。什么歌？就是什么歌都行，对，然后放什么歌都行。嗯，天线的玫瑰来了，来得好，来得巧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大家不会偷看到我密码了吧？哇哦，谢谢黄英俊不英俊的皇冠，哇哇哇 ！Hello， 想听什么歌？都可以，随便。来吧，送了皇冠的人点。谢谢你的奶茶，谢谢你的奶茶。嗯。头发好乱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可乐。送了皇冠的人来点。你要点歌。又普通朋友，天天普通朋友。能不能有点？我跟你说，我知道你，你五一的时候点了个山柱。有点出息，要不普通一点的朋友。我今天在山柱列表上看到你。应该送一个。耶、yeah. ！你是应该送一个，没什么，我就觉得你送的非常对，非常正确，你是应该送一个。对，我5月16圣诞公演。对，是，嗯。真的要过生日了吗？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你看我真诚的眼神是真的吗？什么东西呀？大家在说，看不懂。嗯，瞎了我要。怎么一直要连那个？哎呦呦呦！差点让大家看到我的手机号码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手机号码是真的，好，最好是真的。4295。我的脸圆了吗？圆了吗？好的。写作业了，会写的，会写的，嗯。过海关，过海关可能会被拦，是不是？给大家来一首《普通朋友》。好。对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缓慢，谢谢奶茶。不远。过什么海关？你买了什么呀？过海关？买了海龟吗？我刘海去哪儿了？刘海回家。披头发就会显得就是脸型饱满一点。好看。对。哦，已经在境内了，不要问，好吧。哎，这个灯光真的好可爱。那好吧，那我就不问问到底是什么呀。那我每天都可以直播。可以的，因为光好看。因为光好看，我每天都可以直播。从早直播到晚。那也不行。白天就不需要，我们就每到晚上的时候就播一晚上。播到早上。从晚上开始播，播到明天早上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就灯不好看的时候，我们就。他们要睡觉的。他们不用睡觉的。你们要睡觉的吧？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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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把灯拆了带回去。我也真的有这个想法。不睡啊。头发都长长了。剪一剪的。好。刚睡醒。你睡反了觉了你。拆个灯泡就好了。哎，你说。好吧，我也是喜欢。喜欢惊喜，那还是不要告诉我好了。对，在上海了。我们打算当那个，你喜欢被扔还是接球？我可能是就是什么叫被扔跟接球？就是躲避球，是你喜欢被扔还是？我喜欢扔别人。扔别人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扔别人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轮不到我们扔别人。不是，它有分防守跟攻击的，就
就在外圈的是攻击的，在内圈的是防守的。对啊，那不是挑三个吗？就是三个人扔别人，然后五个人被别人扔。是吗？嗯，反正最后剩下的人多就算赢了。嗯，对，希望不要被打倒。保佑，保佑，保佑，谢谢一元棒，保佑我们俩。哦，身材娇小的都是躲避的，嗯、懂了。那我们就是，那琪琪你是躲避的。我可不娇小，你娇小。你也很娇小。我不娇小，你知道我今天比娜娜高一个头，嗯，浅浅的。一个头？两个，我都没说两个头。一个头？嗯。哪儿来的头？正规躲避球很可怕，运动会不可以吧？我们好像是有分那个防守跟攻击的。谢谢奶茶。不要去躲，有道具卡。是一个大头，我不可能会被爆头的。对方有道具卡是吗？就哪有这么多人才接受？所以我们没有钱买道具卡，是不是？对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，别砸得我太就是被砸中了，很难表情管理。对，太伤害。嗯，想看我被砸。他们抽了多少呀？能抽到这个？不能这样。啊！他们有道具卡，他们九个人都能扔球，完蛋了我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仙女散花吗？这怎么躲呀？全世界都有球飞，全不知道多少个一好，那这样。嗨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杨太子问我有没有画眼线，是我们粉丝不够多吗？就是抽这个道具卡的粉丝不够多吗？砸了我就变得很可爱，胡说八道。嗯，九个人也就一个球，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能扔，对吧？但是，就现在快没了，就是一天下来装。为什么一个人抽？什么意思？没看懂。看不出来，我画了个。看不懂。但是太淡了。富贵。是好多。我今天上 boat。就离谱。就是那个、就离谱。他们俩的那个洗米牌的那个事情。那我也没办法。出的人少。今天没有发型。今天的就是，就是起床就这样。什么什么什么。还是没看懂哎。灯光除了可爱都看不出来。那我不化妆是不是也可以？我来挑衅，我就是开玩笑逗他嘛，结果我没想到，就是没想到他们是一人一个，我他们好厉害啊。嗯，主要是抽的多，气死我了。谢谢奶茶，再凶一点。嗯，有那么好笑吗？怎么没有人心疼我？下一首歌，你想听什么歌？琪琪，我想听什么歌？嗯，我想听体面。为什么？嗯，跟谁体面啊？就是因为今天就是新路没有让我很体面，对。体面了，体面了。嗯，体面了。嗯。有各队道具卡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人和人之间留一点体面，对，是。他们今天这样的吗？他们今天晒了我一脸，但我觉得不体面。是不是可以抽了之后，但可以不给他用？但应该也没有这样子的吧？谢谢奶茶。剧情变得苟且。抽了马上就得用。哦，谢谢这样的吗？的皇冠，谢谢。抽了马上就得用。谢谢。嗯，那还挺那个的，谢谢奶茶。都一成年。不脱。选了 GNZ 连队什么意思呀？晚上好。哦，没得选，被砸中，应该不会砸中。我只求大家不要往脸砸就好，靠脸吃饭的就别往脸砸就行。奶瓶儿别往脸砸。行，大家都得要。求奶瓶儿别往我们脸砸就行。啊，你没有躲避球。他去开车了。其实你也挺适合开车的，闹闹。我就不开了。就是那种开那种儿童车。嗯。还是小儿童车。就是儿童车。对，就是很适合嘛，因为闹闹就是小小的。没有，就是农村来找我。没事，我们这边去开车的那个也不大。
双人房间。那个也很小，那个比我还小。没有，我们是双人房间，今天不是找我。虽然我拿到驾照之后再也没有开过。弄了有驾照，哇、我都换证了。好厉害。我都6年了，换证了，厉害吧？厉害。啊，对，碰碰车最近开了。这么厉害啊？对，他也有驾照，厉害吧？你没有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居然没有？没有。没关系，会有的。我刚刚把去玩了呀，我们去哪里坐了？对，你帮我开，没关系哦。开40码，上路40码是最高还是？我刚刚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没有那个架子的时候，我是这样给大家直播的。我记性好差。给你们看我是怎么给你们直。笋呢？看到没？插在花盆里。手做的。是不是很好笑？我卡了呀。慢的哦，这样子。哎呀，上还卡吗？上人好，就是打烊的好早啊、提醒的。他们没有夜生活的吗？看来在盆里信号不好，不能在花盆里直播，在花盆里面信号就会不好。哎，真的耶！这家店怎么会这样？这个叫什么？好神奇啊！11点开始宵夜，真的好早。谢谢生日帽。那你们夜生活都吃什么？有生日帽。你好，夜生活吃什么？夜生活吃什么呀？天哪！过了10点基本没地方吃了。Oh no、为什么呀？谢谢，这可是个国际化大城市。怎么生日？快生日了。串串。泡面烧。把你们种在花盆里，谢谢奶茶。麦当劳。纯路人。长沙现在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对，把粉丝种在花盆里，明年就会收获很多粉丝。我以为你可以漂亮来见我，你穿裙子来见我，你就很漂亮。开始饿了，我刚吃饱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聊这些。刚吃饱。多大了？哪有很多好吃的？老大不小了，问就是40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人在上海，然后就刷抖音，他都给我推荐。大家不要骗他们。上海的美食啊。30多了，看不出来吧？还有上海的什么那种上海话。你们那个太假，你们能不能统一一下？大家每个人讲的都是不同的岁数。上海话就是好嗲呀。能不能统一一下？上海话就是特别的，就是有一点点能听懂，但是又听不懂，是啊。啥呀？四川话。上海话。上海话。小虾农。你知道上海话吃肉肉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哎，我今天看到是什么？掐牛牛。好可爱啊！是这么说的吗？是这么说的。小虾农。掐牛牛。萌萌仔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差不多。对。谢谢。刷抖音的时候刷到的。对。我说的比上海人可爱，他们不都是这么说的吗？不是啊。我讲的，没有，闹闹讲一下，吃肉肉。掐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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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起来像吃了一头牛。不是，你要就是。掐牛牛。吃肉肉。掐牛牛。你要是那种，你要那种就是。掐牛牛。就是撒娇一点就说。掐牛牛，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掐牛牛，不是。掐牛牛，掐牛牛，掐牛牛。对对对，掐牛牛。我听到的是这个版本，谢谢。掐牛牛，牛牛做错了什么？就是肉肉，对。牛牛，哼。还有呢？掐牛牛。不知道，我就只会这个。等我就再刷几条抖音会。掐牛牛，掐牛牛。就是反正就是再刷几条抖音我就会了，我小名儿叫妞妞，也不是小名儿吧，反正就我妈这么叫我，我妈我爸，叫什么？我爸我妈都叫我妞妞。得啦，哦，上海人很喜欢说得啦是吗？得啦，上海冷吗？晚上有点风。冷的啦。有点冷的啦。谢谢奶茶。过来啊，多穿点的吧。什么？是这样的。
对，说对了，嗯，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样说话的？我妈妈是这样叫我的。是吗？嗯。完了，我又开始打哈欠了。我小名叫姥姥，我不叫姥姥，我大名叫姥姥。姥姥。今天好像也没有安排。谢谢巧克力。是吧？嗯。掐妞妞。怎么又一直掐妞妞？我晕了。掐妞妞。掐妞妞。回家吗？不知道。掐妞妞。我暂时没有安排。咱们动农药多穿点的。什么东西会传染的？对，在做啥？在做啥？在传染大家哈欠。在直播，在掐牛牛，在掐牛牛，掐牛牛。谢谢巧克力，我家那口音说成 giao。 没有啊，我家那不叫 giao。 现在播怎么会有 giao？ 掐牛牛没有上下吧？你老板怎么一直在讲掐妞妞？掐妞妞。对。掉。掉是不是骂人的呀？我长痘痘了，对，这里，第八个痘痘，背景是闹的，low。只有黑眼圈区。哦，好难念哦，我的名字。戳破它，不能戳破它。好难哦。就让它在这吧，等到周末就好了，老地方。是吗？我之前听到说是骂人，我看到有说是骂人。哦 ，BJ 是吗 ？BJ 不是坐高铁的吗？真的？嗯，他们坐高铁。因为离得近吧。北京上海高铁比较方便，是不是？是骂人的吧？我听到说有说是骂人的。什么骂人的 ？Girl。哦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不是语气词吗？嗯，是骂人的吧？我今天问了周霞，她说明天的。对，她只是表达一个语气，对吧？啊、哦，困了我都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妞妞，我是女字旁那个妞，不是这个牛牛，恰妞妞。给给。对，现在早吗？现在不早，已经十一点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就是最近的那个哥哥的那个梗，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。在说什么？你不知道什么心疼哥？哦，你不知道？哦，就是。我喝了哥哥的奶茶，姐姐不会生气吧？对。我喝了哥琪琪的奶茶，哥哥不会生气吧？哪个哥哥？哪个哥哥？奇奇怪怪。当然是那个哥哥啦。什么哥哥？那个、哥哥，对，只有我会心疼哥哥，知道吗？什么老年人？是什么东西？谢谢奶茶。你换首歌，你怎么一直体面？换一个。老体面了。换一个。你想要听什么吗？妈妈会。奶瓶想听什么？想听什么嘛？听个分手快乐吧。你经历了什么呀？你没什么。歌单这么永远。给哥哥点首分手快乐。好家伙。给在座的各位来一首《分手快乐》。妈妈不想听，妈妈想听什么？在哭了，你分手了吗？你们连对象都没有吧？你在说什么？闹的？这不是我说的，我刚刚嘴巴都没张，不是我。没关系，会有的。没关系，这样比较好嘛，就是。对，就是脱单不如脱贫，好吗？对。希望大家早点有钱。努力呀、啊，加油。怎么举报了？不能举报。对，努力。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。
谢谢，我们也没有，不英俊，怎么啦？觉得我说的很好是不是？为我鼓掌。跨直播。祝你脱贫愉快。我昨天在说什么来着？我昨天在聊，聊有没有那种，有没有那种，就是我要是一直一直，我要是就是什么，我要是一直单身就给我钱的那种。保险。不是，就是反正就给我钱的那种，然后谁来了一句，你现在做的工作不就是吗？就是这个工作必须保持单身。嗯，那也是啊。对，我昨天怎么说来着？我忘了。我说有没有人愿意花钱让我单身？你现在就是。然后。广州四八花钱让你单身。嗯，对的。真不错，不错，真不错。我当时说，我说要是能有很多钱的话，那我愿意就一直老单身，要单多久就能单多久，单到天荒地老。加油。对，单身不给我钱，但是不单身就要赔钱。给我钱也不是因为我单身啊，虽然我也单身，但是我也。干活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个、谢谢黄英俊、穆英俊的皇冠。哎、嗯，皇冠怎么比来着？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？哎，这样吗？这像俩鸡爪在头上。今天我们去买衣服，我天啊，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眼睛都花了。对，我们觉得已经不适合我们那个年纪了。嗯，真的。哎，我这么成熟稳重的年纪，不应该穿。我觉得那里每件裙子都很适合，就是罗可家，他估计都会喜欢的。对，小裙子太花了。我爸爸找了。看眼花缭乱。嗯，我虽然就是也喜欢小裙子，但是太花了。再确定，对，上海小裙子店没有太老，就是太花了。小学生不，我哪里跟他审美差不多，差多了。我们俩还是不一样的，对。然后我买了，就是买了很辣妹的裙子。嗯，谢谢人员吧，因为就没有买可爱的小裙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。嗯。再看看看消息，什么叔叔好哪有？哎。刘丽飞叫什么叔叔？你们好好笑啊！你们辣妹什么辣妈？都说啥呀？啊，不信，不相信，广东辣。我广东辣。我说回我爸消息，你一转回来，大家都在那边叫叔叔。好，刘丽飞知道了要哭了，我告诉你。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？我晕了，你不知道一开始我试的那个 S 码，我天有多短，救命啊！对，是刘丽飞，不是其他的。嗯，懂吧，懂吧。然后后面就是换了一件 M 码，但是稍微长一点点。嗨，上海是甜的，上海哪里来？没有，没有在有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嗯。我问他要不要，我回广州的时候穿，要不要来找我？嗯，他就坐我隔壁。嗯。回上海变了，去买机票，笑死。那我们明天还要化妆。对。明天要求，谢谢奶茶。刘亦菲向卢静求过婚，那该叫啥？谢谢一元棒。我二号橙，不是三号橙，二号橙。对，边上是小番茄。二号橙想拼宝箱。哎，感谢我们。哎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他求过婚，但是我们不会啊，没想好。只是求婚，我们没有结婚啊。不会，可能是算的。那个、哪个小后辈长得像我、嗯？我怎么没有记得有长得像我的小后辈？哪个小后辈像我？不是，我答应了吗？那场？不知道，到时候我答应了吗？我们答应了，但是我们本来约定去那个去 QQ 上结婚。但还没结呢，你们知道那个 QQ 结婚吗？不好看啊，这个头发好碎哦。我没答应啊，没答应啊。不不不，但我们已经约定好要结婚了。脏辫。公式照哦，跟我的公式照有点像哦。没事儿，
人长着长着就会长大的，就会长得没那么土的。好，我声音大一点。不是，就是，就你们不知道那个 QQ 群结婚吗？不是 QQ， 就是可以去那个穿裤子海鲜市场，然后买那种结婚。为什么不要穿马尾？就可以。穿马尾不好吗？然后就可以。你们就是可以搁那儿就结婚，为什么然后就会有里面就会有那种别人扮演司仪啊什么的，腻了，别人想要在扎双马尾，还有人扮演父母，是啊，还有人扮演很多有的没的。就我扎双马尾，大家都切，又双马尾，又双马尾，是啊，腻了腻了腻了，不是，就是没有什么奖励，就是 QQ 群结婚，你们去搜嘛就有的，包批结婚证。麻烦来一张，麻烦帮我跟美女们都来一张。我们上次去玩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密室逃脱。好吧。密室逃脱，然后我犯的就是一个罪犯的那种，然后我在里面就是一个重婚罪，我的罪名就是重婚罪。晓得了法，晓得晓得。然后那个。典狱长最讨厌重婚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最讨厌，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但那个还挺好玩的，是吗？我给他了吗？我四个老婆，我就四个老婆吗？不止吧。嗯，公演不大光明也是看正常。这么多美女我都喜欢，美女谁不喜欢呢？有谁不喜欢美女的吗？不喜欢的让给我。丸子头还没试过丸子头。剧本杀里是哪次剧本杀里有偏生哦，他是感动的哭了，知道吧？被他的求婚誓词是吗？让他换首歌。不想分手了？不是，不快乐了是吗？不是，他们说听太多遍了，分腻了。那换一个。想要什么？随便。听听我的爱我好吗？哎，居然没有。有没有歌单啊？就是只有那种单曲循环吗？没有。听听林俊杰的爱我好吗？不是分手快乐都挺像不像？今天我要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真的最喜欢的第一名发谁呀？哦，你的卡在前台了吧，笨蛋，报我的名字或者报你的名字。我爸来了。我觉得就是邓慧恩扎丸子头好看。叔叔，他要是知道你们叫他叔，他不得气晕吓晕过去啊。我试试，我还没有就是好笑夹过丸子头上公演，真是，你们有本事待会儿去他房间叫他。嗯，他多少？却始终逃不了岸，这是我最后。我没有出过外屋夹过丸子头，就是一个丸子没有夹过，我就是夹两个丸子，真的没有夹过一个丸子头，没有。我自己我还不知道，没有夹过。加过两个丸子，嗯，对呀，没看到过，对，一个丸子没有，嗯，两个的吗？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，在你心中。两个丸子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夹，或者就是初中丸子。哪是我派的，明明是你们自愿的，自愿发起的，懂吧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哈，不要赖我身上。你怎么不涂口红啊？这口红都快没了，是没了快。你怎么突然问我涂不涂口红？因为我看到你的口红了。太大了，下面。补个口红。哦，把他认成我，怎么为什么会把他认成我？好吧，我们是亲生的。所以长得像，
亲生的，真是。在你们干嘛啊你们？我决定11点多少？怎么不是一个姓啦？我们就一个，都是 L 姓嘛，对吧？我们是一个姓。哎，我头发好碎哦。不觉得挺好，不涂太大了。你看，你们看。就是太素了。碎的炸毛了。L 就是一个姓，我不管。我试试你的口红。没事没事。就是偏橘一点口红，对。你知道吗？就是直男口红一般都觉得，就是。就是红色。就是涂了口红就是化了妆。什么颜色？却始终逃不了爱。618，大家去买啊，不是？怎么安利起我的口红？虽然当然不是，是一样的，素颜有的时候也会涂个口红啊，涂口红感觉就是有气色一点。我头发已经没用了，软绵绵了，开始呆化。对。看多了就能看出来，也真还挺好看的，买它，好看吧？紫色的口红，确实很少人买好吗？紫色要那种就是皮肤白的人才能穿。我愿意让重新再来一遍，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。哪怕是在你心中，谢谢。给我当 BGM。冲阳河畔一瓶，就夜蝶，怎么突然送夜蝶？雨被忽略的。哇，这个看痘痘好明显啊！这个痘痘我晕了，这个痘痘，好家伙！悄悄的，来首夜蝶是吗？对，快五一了，想听夜蝶了是吧？给你放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你跟谁跳过？什么啊？我晕了。这个音乐好刺激哦，听起来就很令人亢奋，让人激动。谁写的音乐的要了？怎么了嘛？你跟谁跳过吗？你跟谁跳过啊？我跟倩倩跳过，我上一次跟就杨若曦跳过。你跟杨若曦跳过没意思？怎么没意思啊？多有意思！还跟谁跳过？就跟杨若曦啊。哎，我上次跟杨若曦，哎，我上次跟杨若曦跳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啊？对啊，你都不关注我。是不是 MC 的时候？嗯，你都不知道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你知道什么？嗯。那你可不止跟杨若曦跳了呢。嗯，那可不，我跟我跳过夜蝶的人可多了。嗯，还有我对吧？嗯，对啊。我们跳过吗？王菲娜娜跳过，嗯，不记得了是吧？哇哦！哎呦哎呀！哦，我教你们跳过对吧？不重要的人。哦，教你们跳过。不重要的人就是这样，都记不住我们一起跳过。记得啊，记得呀，我们在一个台上跳过，也只不过你不是跟我跳的。嗯，娜娜不记得了。懂的都懂了，懂的都懂。懂个球球，懂的。喜欢吗？听到这个音乐有没有想起？现在和他跳。有没有什么回忆？谢谢金福。他怎么能两边同时送呢？我也很好奇。哦，他有两个手机。他用的是别的 ID。对啊，他。那他怎么能同时按下呢？怎么不行啊？可以的。怎么按呢？他有两个手机是吧？懂了，厉害啊！有两个手机都不怎么好扔。嗯。怎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说还有四个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四个手机不是好。什么意思？他是四双手，你怎么有四双手？他不只有四个手机，他还有很多老公老婆。哦。看他的名字。还不算多。哈哈。是吧？他叫你老公还是叫你老婆？不是。哪个都不好了，哪个都不好了。不是啊，他天天乱喊。因为他是确实天天乱。是吧？钓鱼，开始钓鱼执法。那把我问懵了。不是啊，他平常会乱叫。
我感觉他有100个账号。嗯，好像是。嗯。啊，叫老公啊。叫你变态。没有啊。他又两边送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谢谢你。谢谢金湖，谢谢金湖，你为什么？谢谢小熊啊。那你那边怎么？你怎么不？你那边明明不叫金湖。他叫啊，他一直都叫，他什么 ID 都叫。你那边明明不叫这个。挺好的，哎呀，那我怎么知道两边？说明他瞄了我的屏幕。对啊，我看我在看呢。我就在隔壁。很厉害。他有几个号呀？他还有很多号呢。我觉得他这个小熊就很厉害了，是身份的象征。谢谢金虎，你这个谢谢金虎的神奇魔法。你那边不叫金虎呀？他叫金虎呀，他那个 ID 不叫金虎呀。啊，没事，他本人是就可以了。嗯，对，身份的象征，对，老身份了。明明不叫这个呀，他叫这个呀，他明明 ID 不叫这个呀。就是他的名字比 ID 更重要，知道吧？啊，名字比 ID 更重要。放弃不识字。他真的叫你，等他再送一个，他真的叫这个。奇奇不识字。真的，他真的叫这个。奇奇开始啊！你看，谢谢，你看，谢谢，谢谢金湖的学长，你看金湖的神照，谢谢思恒最喜欢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嗯，你看我就认识字，但是他就是本人比较重要，是吧？啊。都很重要，好吧？名字他名字上面的那些也很重要，都是他的老公。名字就是知道吧，是一个代号而已，就是、不是很重要的。他不是一个代号，他本人比较重要。不一样，嗯、这不一样。嗯、是这样的、嗯。对，不一样的。嗯。换一首歌吧，我们。想听什么？想听 My Boy。那我现场唱一个。唱不了，唱不了，没降调。通过现象看本质，现实夸张。给你放吧，给你放吧。给我放放吧。嗯。他没有，因为就是。哎，没有哎。很重要。没有哎，只有明月佛韵，流水莲花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没有脉搏，只有南无阿弥陀佛。好了。那就放。对啊，怎么没有闹闹最喜欢我？给大家放南无阿弥陀佛吧。你认真的。不要笑，严肃。不要笑，严肃。心灵被净化了。我们俩可以玩什么游戏、啊？换一个，换一个，不要，真讨厌。出家了。你们会唱？下次啊、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圣诞你们要表演对吧？是不是？懂了，懂了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，闹闹。什么游戏？我们来掰手指。我们玩那个吧。哪个？什么？谁是爹？啊，可以，也可以。什么玩意来着？那个叫，我是爹。那个。我是爹，你是儿子，什么？对，我是爹，你是儿子。不是，你要讲下去，那我讲。谁是爹？我俩谁是爹？然后呢？我俩我是爹，你是儿子，我是爹。那我接什么？我忘了，不知道怎么玩。我们要玩那个，就是，就是这样。我是你的爹，你是我的儿。那我说什么？你是我的儿，我是你的爹，就那我咱俩谁是爹？咱俩谁是爹？我是你的爹，你是我的儿。然后我接什么？然后怎么玩？对啊，不知道怎么玩了。哦，你练了借口啊？好的好的，好期待哦。没有，这就是练的哪个位置啊？咱俩谁是谁的爹？我是你的爹，你是我的儿子。那我接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接什么。对啊，我要接什么才行？怎么玩？我们玩那个吧。连麦、就是，我已经把连麦关掉了。不用。百度一下。对，我们这隔壁就行了。你看，我们玩那个吧。玩那个就是。猪吗？对对，就是。我不是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猪，我是狗。你要说我不是狗。再来一遍。
对，啊，再来呗，你先。我不是猪。我不是狗。我是人。我不是猪。我是狗。你不是狗啦，你不是狗。对、啊。我不是猪。我先来，我不是猪。我不是狗。我是人。我不是猪。我不是狗。我是人。我不是猪。我是狗。你看，他就老说自己是狗。老说自己是狗。布丁狗，布丁狗。那我们玩那个吧，就是喊数字，对，这样子吗？喊什么数字？就是。不行，你这样会一晚上把我智商暴露完的。没事，我们就喊七的倍数，好吧？就是七的倍数，我们就过。好，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过。他说八，对，九、十。哦，就说十七那种带尾数也要过啊。嗯嗯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过。十五、十六，过。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过。二十二。二十二。四、二、六，过，过，我思考这么久，二九，三十，三一，三二，三三，过，三三你都三四你都过，五七三十五你知道吧？我晕了，全都过了吧？这怎么全都过了呢？过不过？过过过。那再让你三三四。还有什么游戏啊？不行，他真的不玩这个游戏了，太脑子太、哦、太。不太好使。那我们掰手指吧，就是嗯，我们说一个，就是对方没，就是你有我没有。怎么开始玩 MC？ 怎么开始讲 MC 了？就是这样可以连麦嘛？嗯，你有我没有，就是。嗯，好。嗯，来。来。你先开始，我先开始。你先开始。你让我先开始，真的？嗯。那我先拉。嗯。我先说。嗯。嗯。你我有你没有，就是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就要掰手指，对吧？嗯、现在就五根手指哈。嗯。我不能讲太那个了，直播间就不能关掉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哦，我有一米六二。我一米六二。让他掰了。我有增高鞋垫。我有增高鞋垫。嗯，你怎么有呢？啊、好的，大家知道了。我也有增高鞋垫。好，又是我了，是吧？嗯，我，我有。没关系。嗯，为什么？我有在外面租房子。哇，你了不起。对，因为我在学校租房子。啊，了不起。嗯、来，你说。我有，我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我有短头发。那确实没剪过短头发。哎，我干嘛要掰自己呢？我掰了，我掰了。那我说是吧？嗯，我有，一只小毛驴。我没有。我从来也不骑、嗯。他也有吧？哦，他没有。什么？我没有。我有黄头发。你现在是黄头发吗？是是啊，掉了。哦，他也是黄头发，那我也掰、掰。你说，你说。嗯、我有水着单。行吧。嗯，我居然没有，我没有去过水洲丹，我有随心飞，哇，了不起，对，我现在就去买，我为了，对，为了有我呀，嗯，我有大学毕业证，啊，我没有大学毕业证，你怎么还有三根啊？没有随心飞了吧？还有吧？嗯、对啊，因为你就让我掰了两根，现在没有随心飞了吗？现在还有啊。就是他之前买的吧？啊不，我现在还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快快快快快，你快掰完了。我哎，为什么我哎明明刚才是我压倒性优势的，怎么现在变成我一根了？快快 快, 快, 快、嗯！我看到张润。我有，嗯。我有张润不是？开玩笑的。这个游戏进行不下去了，这个游戏进行不下去了。快！我有。你有随心飞，我有吴雨霏。我有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们。我有一个会假笑的室友。嗯，我有龙岩户口。晚安。我室友也会假笑。我有驾照。哦。我有。我是说，嗯，我有，哇，好厉害。我有，还玩吗？还有，再来五根。不要说，对你不要说这种，对吧？嗯，好，那我们换一种。嗯。我有，
你有。你说。你先。我先。刚刚你都掰完了。我有。我有什么呢？我有。我牙上有口红，好，谢谢。我那他也可能会有。我有年榜第一。哇，厉害！鸡腿年榜第一。哎，我刚刚要想，我刚刚想到什么来着？嗯，我有没近视的眼睛。我也有没近视的眼睛。哇，你居然有！有，我有，就是没近视的眼睛。哪只？眼镜还是眼睛？眼睛。嗯，我听成眼镜了，我不管，就是眼镜。嗯，眼镜哈，也，哎，我掰什么？你掰呀、啊！我掰什么？你掰啊！你没有，你近视啊？不是啊，近视，眼镜啊！眼睛，快！好吧，好吧，我是什么呢？我是多损呢？我是。你是什么？我是大学生，我是大学生。我也是啊。你怎么是大学生？你已经毕业了，你已经毕业了，你就不是大学生了。我试过，所以我也是。不，我是，我是，你不是。你不是。我试过。不，我们要讲道理，刚才那个毕业证都算了，这个也要算的。不是啊，毕业证是我拿过了是吧？大学生我也当过了。但是我现在是大学生，你现在不是大学生。你没说现在。你刚才还没说清楚，我以为是眼镜呢，那就不算好吧？我们重新讲。我们重新讲，还是五个对，那你讲。我总选讲过三个生助。那我确实，我还没参加过第三届总选呢。哇哦。我参加过第三届总选。你不能学我讲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要掰自己的？我拍过 UG 的 MV。我拍过吗？我拍的是哪个？我拍的是什么？我你拍的是 NG， 他们说。哦，我是 NG，我 NG 了，我 NG 了。我赖皮，哪有？他应该也去过东京，我当过中泰玉三家。牛啊！我已经成年往事了，兄弟姐妹们。我刚想说，我当过我们队第一，但他也当过他们队第一。我没当过。你没当过你们队第一？对。真的？嗯。好吧，他没当过，我当过。厉害了。对。你说。我参加过五年总选。你拿这种资历欺负人就不行了。啊，那是啊，这种资历不要欺负人。对啊，那我拍过水果也拍过了。你刚已经欺负过我了，对，已经欺负过他了。哦，想想还有什么。我当过皇上。我在家也当过。在家天天当。嗯。我跟方琦一个房间。我他也跟方琦一个房间呢。我当过。他也在台上睡觉过。谢谢三生石。对，我在台上睡过觉。我是从别的船移籍过来的。我也是。啊，你也想。不知道吗？啊，我是上海六七生呢。啊，我做过鼻咽手术。好无语，张瑞，你这个。厉害了。这种讲的好像小学生啊，什么我考过全班第一。你也考过？对，我有个单人 MV。什么 MV？ 我 solo 的 MV。蹦迪少女，哈哈。厉害吧？这种就是公司以外的东西吧。就哎，学校不也是公司以外的东西吗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呢？我还有，哦，我当过 MV 的 C。Say no。欺负人了，欺负人了。算了，别玩了吧，我们换个游戏好吗？换个游戏吧。输惨了。说不过。对，欺负人了。说不过，突然沉默，还有什么？不是。欺负不欺负他？不欺负他。哦，我灌过篮。灌篮，懂吗？
就是飞起来到篮筐上把篮球投进去。别人抱你起来的也算吗？对啊。那也不算。那也是我灌的呀。就是我把球把你要是没有下面人扶着你，你怎么灌得上？他也踩在凳子上了，桌子上了。嗯。然后那个篮筐有多高呢？好吧。嗯，大家不要说的，不是朱芳雨，是赵瑞。嗯、哦，对对对，我带过假发男的，我也带过短发，我也带过，你带过，在 CKG 的时候带过，他带过，我带他带过，我要去看看。啊，不可以不可以，我看过方琦男的长相。玩别的，玩别的，笑死。玩别的，还什么游戏、啊？那我们还是看看吧，没有什么游戏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觉得我们来唱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看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来唱歌。张瑞一定很想看。啊啊！不要，我们来唱歌，我们来唱歌，我们来唱歌。哇哦，太害怕了。我们来唱歌，来，密码是什么来？他要唱歌，那我们还是唱夜蝶吧。不唱夜蝶，我们唱木蝉恋，好吧？快快快。木蝉恋。快开！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歌喉真实水平。不好吧？不要被。不是，是晚上要睡不着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给你展示。不会的，你唱的挺好的，对我印象中挺好的。真的？他急了。那木蝉的木怎么打？对啊，就是那个。不是，是那木是那个木。日暮的暮。木蝉之恋。刚谁？为什么要唱粤语歌？哪有粤语歌？什么哈？怎么唱、啊？他怎么两边都？开始了。什么木蝉了？木蝉之恋。我们还是看你那个吧。不、嗯，我们唱歌《木蝉之恋》。哼，我先哈。嗨，不是大学生吗？什么大学生？临风的傍晚，听木蝉的声音，凋零的落叶，凄美了这风景，而思念只能自言自语。一个人上演单恋的游戏。你。我认真收集关于你的消息，了期间都没得到回应。怎么唱、啊？怎么唱？是的。当配角，对不起，当不了。风景，但却带走不了我的伤心。雨过天晴，也只是在逃避我。你 A 班啊？不好意思，却没发现。嗯，木蝉恋声音慢慢浮现。我们不在一个调上。就让这首旋律继续波动。不好意思，发音有点准确。在某一年夏季，当有一天突然回忆起，也还会触动情绪。他平常唱歌不是这样的呀。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的呀。我直播唱歌。那个心灵病毒挺好的呀。那个不一样。意外发挥是吧？嗯，那是意外。是超常发挥了。对。琪琪乱唱，我们看男装来。啊，我没有发现，我好好唱。啊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哦，你哦，对，你知道，知道。声音慢慢那我们一起乱唱，看起来唱的比较难听，好吧？嗯。就播种情绪，我木蝉恋，思念无法遮掩，爱过你的证据，在某一年夏季，当有一天突然回忆起。也还会触动情绪，唱的好吧？你在调上，我在调上。在啊，我只是降了一个调。这样。你居然，他们说居然一模一样。唱别的。我们唱别的，来看 S H 4 8有哪首歌。别毁自己的歌了吧。被我们啊，冬日可以，来，我们唱冬日。哦，我们还是一句分词。嗯。还是看男装吧，他们说。没事，唱冬日，嗯。我们要把唐家带跑。嗯。卡住了。呼叫声乐老师，没事儿，他忙着呢，他不会管我们的。他在忙呢，来认真唱。你先。
雪花盛开手里，心底涌出暖意，一色未穿一时间，披上一层茶几，极光一线天际，陌生万物生意，蚂蚁也蜷缩起触须，飞鸟仰望穹顶，银河眨眼回应，迎接从来未曾见过的全新，生命中第一场，对，传说中的大白嗓。舞动舞将树枝上皑皑的雪当作花，荷塘里悄悄地结住了冰，大猫在白雪中远行，留下一行纷乱且淘气的足印，阳光洒在空中穿梭的要有调要有调，门禁黄色羽翼仿佛催促快飞到远方去，顿时万籁俱寂，目光在聚集，有声音从耳边响起，如清风徐徐进入心，虽陌生却又好熟悉，花与雪相遇停住的四季，我们词我们词冬日的唐家死喷未来可期，雪花盛开手里，心底涌出暖意，迎接未尝一次见，流畅一寸茶几，极光一线天际，陌生万物身影，蚂蚁也蜷缩起触须，飞鸟仰望穹顶，银河眨眼回应，迎接从来未曾见过的全新，生命里第一场冬季，抢拍了抢拍了，如花般绽放在眼底，再调上吧，我们下一句好好唱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是我们分词、哦、我们分词好好唱谢谢元宝回不来了那只唯一在雪里盛开的脚印一划，小珍珠仿佛是生生不息，我听不到悠悠鹿鸣，取而代之的是你和缺一的宁静，当熟悉的一切都不再熟悉，我想的是另一种前进，试问谁能永远停在原地，顿时万籁俱寂，目光在聚集，有声音从耳边响起，如清风徐徐侵入心，虽陌生却又好熟悉，此时我和你生死悲剧，于是江河万水注定，我已经不在意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雪花盛开手里，没有那个感觉。对，唱好学三年，唱坏三秒钟不用。美少女时代是我们集团的歌。你没什么那种 rap 的歌，我跟你说，我唱 rap 厉害。Rap, 有啊。什么？绿光。绿光什么？就是那个。H 对的。低烧好。低烧我不会。River 生日快乐吧。多好，我们天天都要过生日。现在没有人过。有，一定有，世界上一定有人过生日，相信我。快乐。他卡了。对，因为就那个人还没过生日，还有二十多分钟呢。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唱生日快乐。快乐，有没有那种公益结束的兴奋感？谢谢，祝家人不敬你生日蛋糕，是不是？生日快乐。有没有、啊、有没有那种公益结束的感觉？哪里公演结束？这是圣诞环节好吗？就很可怕的。结束也是放这首啊？结束不放这首吗？放这首。眼睛明亮清澈，快。欣赏这崭新景色，放弃。骑着梦想单车，放弃。踩下你一路的曲折，放弃。被时光唱成歌，放弃。对，谢谢，谢谢我。还有经常的生日蛋糕。祝我生日快乐，好的。临近怪本色，放弃。这世界多好多快乐。哦，明天真的是我农历生日。就
真的？嗯，真的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不客气。回家过。嗯、有没有什么礼物啊？你身份证上是吗？不是农历。那你做梦吧。真的呀、啊？啊、哦，谢谢的。啊，谢谢九九的生日卡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放弃。Happy birthday to 是什么？都没了。你要跳舞吗？周末演艺圈。没有22。没有。哼。什么歌来着？啊、哦。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。十月初三吧，我记得。榜一，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我把头像换了，我就。他头像是你的男装吗？对啊，好丑。是你呀、啊？怎么长这样？我就哭给你看，气死我了。大家换上我的男装，给他看看。笑死，贡霞蜜，贡霞蜜是这首吗？啊，真的是哎。什么时候唱过这首？哼，太牛了。哇，星星。哼，不可爱，好丑。怎么还有变的？喜欢你。还是浪漫火箭吗？别吧别吧，我难受，我难受了。为什么？我难受，听腻了。住手住手住手！好，那我们放一首《梦想的旗帜》。爱的回游鱼。爱回游鱼也可以，你会唱吗？好像。哎，放首《观自在》吧。我心翱翔吧。不想听我心翱翔。正义之手。他没有那个，我们不是天使。Bingo。绿光，哎，绿光，绿光好，绿光好，有 rap， 你不会吧？这首歌我好喜欢。我会。你会？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我有一年圣诞跳的这个。嗯，我看过。为什么？暗恋我。因为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前辈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不好吧？真的，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 S N H 的六期生了。哦哇哦。嗯。哇塞。好奇怪啊！他在说什么？看看看，看看我的头像，看我的男装。嗯，好看。帅吧？爱上了没？嗯，好爱好爱。餐后的眼泪。就很爱啊。嗯 ，Love you。我的不好看，不给他。照着从来，当日的曾相识之前的痕迹，也许曾是留下最美的回忆。就算走的伤心消失也没关系，而明天或许会。是不是很高？就是 S N H 的歌高的、嗯、高到我们的歌更高。听过正负吗？我唱过了。你唱过了？嗯、高到天上去了，真的。那、嗯、全都在头顶以上的位置在唱。嗯。懂了。是啊，没加。他们说你有钱。我没有钱。你看，你是不是有钱？你要是没钱的话，你就不是。我有钱。他那边弹幕有个侄女有钱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你有钱。那怎么办？看我的美甲好看吗？那你有钱吗？你喜欢吗？当然有了，看我，不然怎么做得起美甲？那我也有钱。你最好是有钱。当然有钱了，今天买了两条裙子呢。啊，那确实是有钱。有钱吧？好有钱。有钱。有钱富婆。富婆饿饿。我有钱，那我有钱，我们我们侄女都这样，没钱也要说有钱，对，就是我有房，哦，我有房子，我买了房，哎，怎么又开始玩了起来？富婆饿饿，饭饭。
彻底，爱此刻还在下个路口下车等你。钱是有的，对，不多，钱有不多。正负，我们听正负吧。嗯，怎么打？打江贼就能收到。好牛啊！我也有房，口袋房间。那你那只是房间，而我不止一间，好几间。我被晒到了，被晒到了。满意满意，你头像太帅了，我爱上了。天哪，我好想进去亲亲他呀。他头像就是我。这样搜不到的，你要搜别人最才行。四川方言歌曲，老汉儿我回来了，这是什么浪人情歌？男人四十，我给你放一首歌，好帅。娜娜，我要送你一首歌，美丽的姑娘。是，懂了，知道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要送你一首歌，叫《美丽的姑娘》。我好像听过。你听过吗？嗯。你真的听过？嗯，你听听我的主题曲。对，这是你的主题曲，叫《美丽的姑娘》。怎么了吗？你看放不出来，就卡了，被我美到卡住。你一定要听。搜娟子，你一定要听。我知道，先听完这首歌。没事，我们先搜好，放在那等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没有什么好的预感。这个歌存在感的。听听啊 ，One life， One life， One 圈 ，One life， One 曲，扑通扑通，你听完了？我有一种在迪士尼那个就是那个森林那一段地方那个地方的感觉，好听，你听。对，就是美丽姑娘，我是那个千千万，你是那个最难看，你都不唱，没诚意，知道吧？这歌很好笑，真难看。美丽姑娘千千万，只有你最难看。美丽的最难看的姑娘，美丽的最难看的姑娘，她会不会打成十一啊？就是十一啊，明明是正负，打不出来正负了，加减，好突然，卡住了，我又打哈欠，困了，你不困吗？我困啊。被传染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，因为我没看你打。好，松手，我们已经握了一个小时了。握手券交一下，握手券的。还不给我放呢？分开的第一天，嗯，早点休息。我在地铁站看见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很像你，哎，是这样说的吗？在前面的词儿。那个人很像你。困了困了，哎，好像不能放到那去，会卡。美丽的姑娘千千万。不是，没看过正负吗？就是这个正负前面的词儿啊。他们说你跟我在一起就困了。也不是。跟你在一起怎么会困呢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闹了做什么事情？干嘛？今天闹了，我干嘛了？他带着我在那个出租车上玩斗地主，这就算了。我今天知道闹闹就是那种出神入化的台戏，真的出神入化。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都出神入化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。嗯、我就是我管到了大家，我打了一个二，闹闹炸了我。娜娜给我一个王炸，他炸我，厉害吧？他炸我，没见过吧？没见过，哈哈，让你见见。他给我一个王炸，我人都懵了。他炸我，就是因为闹了那局，我们就输掉了。我输成破产。嗯。
对，我就是送财童子，散财童子，懂吧？他炸我，然后搞我现在欢乐豆都没有了。嗯，我也没有了，没事，我们这样就能安心睡觉，不然会打通宵的，不好，知道吧？就我们要克制自己，就差不多得了，就你知道，盼沉迷。猪队友，对，我怕沉迷，没错，你知道吧？就他今天跟我说，他今天刚跟我玩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说。娜娜，我等下会通宵玩。我说不行，那不可以，我要防沉迷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输给你看，就要闹。我刚才说的不是陈述句好吧？我说闹闹，你这样我会通宵玩，不是闹闹，我要通宵玩，不要乱说，你这样搞得我粉丝有啊，通宵玩斗地主不是这样的。没事，他想通宵他通不了，因为他没有豆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说玩不了了。我说娜娜，他的豆被我输光了。我说娜娜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我可能会通宵玩的。对，我说你不要这样子。没事，反正也没有了，对吧？就 你这样子，我确实没有豆了。你这样子，我确实没办法通宵玩了，因为我没有欢乐豆了，被娜娜一下子一个王炸炸完了，一个王炸炸完了。何止一个王炸，我们后面还炸了别的炸。别人还有炸，关系闹得超好，充不了钱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好玩吧？关系，我记得我当时我打了一个二，然后闹得问我要出什么，我说你当然是不出啊，他说好不出，然后就给我炸了，他就给我炸了。没事，就是远方情人，他今天我不管打什么，他说，我说我们现在出什么，他说炸呀，然后搞得我后面看什么都想炸，因为我们打的是那种双人一起打的。还有三人一起打的，然后就很多炸弹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说炸呀，然后不炸等什么时候？不炸怎么出牌呀？然后他就让我炸。姐姐，我让你炸别人，没让你炸我。搞得我就看到炸弹我就想出掉，我就想炸，好爽。那你的队友你也要炸？对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那一局不是炸得很爽吗？然后最后傻的。哪里爽啊？最后输的很爽。不是，是那一局，就是我们炸到最后，结果他还有炸。就你最后剩下一个炸的时候，他最后也是个炸。我现在只记得你炸我的那局。怎么能忘了那一局呢？那局明明很经典。还有一局，还有一局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闹闹有两张牌，他还是把那两张牌出掉了就赢了。他有一张九，一张尖，对，一张尖，然后他不出那个尖。这是同一局啊！是。他不出那个尖，他偏要出那张小九啊！出那张小九，别人就管上了，然后他就管不到别人了，我晕了。别人当时最大的牌就是尖，他不出尖，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最大的牌是尖，就所有的牌都出完了，只有尖了，他就不出尖，他就硬要出那个小九。不是我出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托管了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我找了管家。为什么两张牌托管？我们在说话。两张牌就是出牌手很类似。我们在说话。出牌手很累是不是？我们在说话，知道吧？就你说话比较重要，没有什么比跟你说话。我让你不要炸我，你有用吗？你还是炸我。我说你不是你让我出，你说好，然后炸。我当时手机震的我人都懵了。没事，这样我们就沉迷不了了呀，我们没有欢乐豆了，玩不 了。没有欢乐豆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对呀、啊，很骄傲啊，对吧？一天就能玩那么几局，玩完了就睡觉，对吧？能早睡，多好呀。虽然好像也早睡不了，你几点睡一般？我一般十二点就睡。哇塞，哇，还有八分钟你要睡了，你这卸妆来得及吗？我马上睡，谢谢你的奶茶，马上。他是睡牌，啥意思？他是把牌拆开来打吗？不可以，我们那个充不了钱，买不了豆。我们那个一炸，我跟你说，一赢。我当时一赢赢了一万多欢乐豆，一输到零个，好厉害！他把顺子拆了，太厉害了，那蛮厉害的哈，那比不过。那我们十二点关吧，关了就立刻睡觉。太早欢乐豆没有出息。好。就是我的欢乐已经不能支持我玩一局了啊、他拆没了，他为什么要拆没了？那当然不是了，我怎么可能一关直播就睡觉呢？明显不可能，就是机会用完了。哦，是他没有发现。我当然不是啊，我不是的。今天我们三个人睡，对，我们要拼床，快点拼，你去，等会儿再拼。你拼了就靠你了，我们大力齐心。今天太晚，什么意思？十二点欢乐豆刷新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
玩也不会让你知道，不是？对，三个人可以斗地主，领低保了，领低保了，玩不了，玩不了，我电广告都看没了。就我跟你说，就算领了新的斗地，新的斗啊，没有几盘就没了。真的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。有我在，确实相信我。让人还觉得痛，让我 right never right， 是非没有绝对。线下斗哪有线上斗好玩的？给大家表演个假睫毛。还没到十二点。嗯，小心点，它要坏了。它要坏了，多损的。给你这个，它有个洞，就会让那个不坏。然后你把这个夹在后面，聪明吧？好聪明。不买牌，没意思。要有这种有那个。谁拿运动会的扑克牌的？扑克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哪？我们不住在这，我们住在。口袋房间。对，还有六分钟我就要睡了。寻找分开的时候还不会回复刚好没有说让我 right， 是非没有绝对。因为你赢了斗之后你就会有成就感，你在这儿赢了你就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们明儿几点起啊？嗯，头发看缘分吧。明天要洗头，虽然今天才洗的，我今天早上才洗的。干嘛呀？问我回不回家？你要来吗？你要来我家吗？明天好像只是一部分人有工作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没有工作的就没事情。不好，对，不合适。耶！看我这头发像不像刚玩完那个雪域雄鹰？我家有倩倩吗？等会想一想。你猜。我的假发，我这枕头都是假的，我告诉你。戴了，但是不能用年卡。可以撕下来的。不能用年卡，因为这几天就是不是可以用的日期。我不在乎是否能让人变成那么纠结。对，我的美貌是真的，我的头发是假的，我的眉毛是假的。但是我的脸是真的，我这假发发际线有点宽啊。现在的。那美好回忆画面，我就被妈妈。对，眉毛是纹的，所以是假的。好了吗？但也有自己的眉毛啊，可以再看看。是的，再看看。害怕什么？没见过，没见过假眉毛吗？看不出来吗？其实还是蛮明显的，就是。又卡了吗？不用画，我就纹了眉就不用画了，就很方便。以前我这后半截就没什么眉毛，就看不怎么清楚。你又卡，你怎么又卡了？我们还有三分钟，你卡没了。他们说我卡没了，现在呢？怎么会这样？现在还卡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对，以前的眉毛纹的就很好，怎么闹到不卡？就有意思，因为你靠墙太近了。哦，现在好了，他们说好了。起来，让人还觉得痛。我没动啊。让我来拜拜。谢谢啊，是非没有绝对，只一副一
直卡呀。为什么你一直卡呀？不知道，卡到点错了，原来宋全章是点错了，我晕了。什么？卡到点错了，他们说。哈哈，小子。就是那可以多卡一下。卡到礼物界面，5G 的好处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连的是 WiFi。你是5G 啊？对啊，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关了，没关系，你再卡一分钟嘛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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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变得无话不说，你最后最终无法将沉默打破。这时候还能遇到的话没有说，最后再放一首青春加油。没有绝对啊，放什么？那放什么？放一百米，买买买。哎呀，厉害吧？厉害。有没有公演要开始的感觉？嗯，好，那就放了这首歌。嗯，是不是很好笑这首歌？有一种公演要开场的感觉。对，我要关直播了，拜拜。来放完这首歌嘛。不行，我要卡点。